恭喜曬黃居立初上嚟，你1650接卡都大勝啦。有冇估計即係今日有冇或者分析過今日贏個距離咁遠咧？其實係咩原因咧？我想最主要都是他走得順，因為 他其實本身真是靠攬的，即以往他都是，就算不放他都要守好位，轉回他就要攬開了，他就越走 越我不知道他越走越開心，因為 越走 越大步。喂，即是馬其實即現在都確定了，其實兩邊草地草泥兩邊都可以，都可以咁講，因為佢都睇嚟就仲有少少空間，咁可能泥地嘅對手或者冇草地咁強都唔定，咁但係起碼即係證明到泥地係得。但係性能上泥地佢一定要跑1650啲，即係而家個證明都即係1650。其實本身佢嗰個血統都係可以，根本係可以跑長。不過以往就是他未適應的時候咧，佢就淨係跑個速度，所以季初時佢試習啊試得好，但係一跑咧，佢前面一走曬咁佢翻嚟，即係而家佢成熟咗，佢知道點樣去跑。依佢今日表現睇嚟嚟，應該都好犀利。係，應該都 OK。好，再次恭喜曬威哥，唔該曬。好，唔該。